养行者推至于神，则凡为平日身口之需，事业之助，利及于生计，功及于现在者，皆可推而充之，扬而光大之，则所谓处者不独不陷于物，亦不陷于人，不独不陷于器，亦不陷于道。凡关于有一心生性命，有造道德神明，有加于一切有形无形，皆当视为养之所需，处之当极。此大处相辞，即以处得具名其要也，德也，物也。君子小人之所以益其志也，君子治其大，故重德；小人治其细，故重物。而义则盖举之，以德非物不存，物非德不生。二者本末之事，必有物使明其德，有德使成其物，各爻分别数之，以见其用之无宣制，即以明天下万物，莫不有其生成之需。而圣人诚信立成，莫不有其成人成物之道也。大处以处欲未易，故重在培养积聚，而至于广厚众多，未不如是，不称其处也。但处有以处将处与正处之时，即过去未来与现在，由时未别之，在前未以处，以其本有所处欲也；在后未将处，言其有待于处也；在现在未正处，言其方从事于处也。而卦爻则分配其时位，以伏于此三者之处。盖处既以多位置，则不连其聚；既以后位用，则不嫌其盈。以处者，求其更增；将处者，求其益极；正处者，则因其有而推之于大，因其富而扩之于久。大且久，德之日盛，业之日隆。此处之因时而兴，因位而彰，无不有其用也。在下位则习风雨后之余，而免其既少前列；在上位则成时至公之际，而被位起敌后人，
是无问时谓之如何，其至于处则同，相称处得，以多时前言往行为要，此可知处之非限于一时一的，一人一事之所及，必究诸古习，真于远大，足为处之本，而后推之用也。以前言往行，古人之处，而多识之，则我之处，处于我者既多，则用于天下者亦复。此以我之处，复成天下之处，处以无尽，用乃不穷。故有处必求日积，必务一充，而备之于前，补之于后，多识于上下，取谐于远近，以共成其处。斯谓卦之大用，亦各爻辞之所取义也。大处六四六五两爻，意义包浅深精粗，就粗浅言，处即家处。六四之牛，六五之豕，与九三之马，皆家畜也。而九三称马不及牛豕者，以阳爻为阴所处，阳刚难驯，良马难驭，故不易处，而非常人所得近处之也。在游牧之地，边塞之区，或多处之，而中国除军阵外，仅备为远行异地者，其数亦不多。北方或有以待耕，即复在之用，工业之需，究非如牛豕家家畜之者，既多且易也。即以游牧北的之处马论，要一无台下四者多，而既则不横见，
其不易处，盖可知矣。此九三爻辞，以良马之处未遇，而其遇之也，亦非牛屎之固牙，可以尽治之，驯服之，必有余谓之勇士，遂其追逐之雄心，而后可得其用以利于远行，故曰利兼争，明其用之匪易，而易之必有备也。兼者人之艰难，争者守之谨慎，皆言九三之处，乃如不羁之马，飞奔之嗣，乘刚越险，不畏艰阻，以其力之足甚，则其成也多功；以其得之不易，则其易之也必胜。此比于君子之处得以尽于道，书生以及于事，其治之也难，其达也必大，其行之也奋，其止也必果。斯不独为一时一的之用已也。得之日朝，夜之日者，则以干之行健，有如天马行空；道之大深，有如云龙行雨。其恩威赫异，声光发黄，是皆干之本用，天之至德。而九三称之良马追逐，言其力有攸往，足以服彖辞不加食之疾，充大畜之食用者也。至六四六五，则又训焉，以二者皆阴柔，为刚所处，其德不易，其欲不难，故以牛屎未遇，以见所处越重，致用越细，所行越庸，成功越小。此平民之所至，有异乎大人君子者于读者细意三爻之词，当可辨大处本末精粗之用矣。又小处挂用，与大处颇可通。大处以更前合，小处则逊前合，其下皆前，是痛也。唯小处之逊乃阴卦，大处之更则阳卦。而以爻言，逊指一阴，更则二阴，故所处有大小之殊也。处者，欲也，积也。阳以处阴，则阴多称大；阴以欲阳，则阳多易称大。处再多积，则小处以积未丰也；处再广欲，则小处以欲未大也。故大小处之意，全在阴爻多寡。大处本取阴阳相遇未用，较小处以阳处阴者，更进一层，为小处一阴孤行，不克多遇阳也。然其用皆由阴在阳中，而阳不相害。大处有以阴的上正位，其势已大，能与阳同御。虽卦上下皆阳，而合之则人为一阴一阳，此卦利也。大过二女，而合后则成一夫一妇之相。家人卦亦然，只观其辞，可见卦自分阴阳，
不以圆卦为名也。小畜虽训未婴，未父与长女配合之相，实则人成夫妇之力，故爻辞有反目载父之语。而天下以养育称者，莫先于夫妻配偶，推之物类，雌雄聘母，皆夫妻也。必先有夫妻，而后有生育。未有孤阳独阴自生育者，此大小畜以育未用，均取夫妇配偶未育。而大畜推及物类，更引同牛粉屎良马未正，一名生育之功，必先有其良好之配偶。正如人类必先有和顺夫妇，方能有贤孝子孙。夫妇为人道之首，君子之道所造端。可见一切生育，原在阴阳之德协和也。万物莫不生于天地，莫不育于阴阳，而必在既交既合之后，此凡人所知也。为名育养之道，必从二气之洽相合偶，并不在一阴一阳多寡之分，而在阴与阳至行之谐。此大小育之用，以阴少而得阳为本，阴能从阳，阳乃就阴，方谓至道，方见真欲。阳则性也，阴则情也，为能相协，乃至中和。而后天地以位，万物以育，此中庸首章所讲，实基于大小畜之用，读者须会通之。一卦正下艮上，宣圣讲义。一卦相位正艮合，上艮下正，为二阳四阴卦，阳在两端，阴居中，上下始终皆阳，而内包四阴。卦相火内中伏，不过中伏阳多于阴，宜则阴多于阳耳。又大象内离，离亦中虚，阴在阳中，为离阴少。而所内者三位之离，非众卦也。此一卦虽与离相似，究不同，却与中伏体用有相类处，以阴虚阳实，时中寒虚，为天道下行，地道上升之意。虽非如太与寂寂，而其环形周流，从中复始，实相的居天中，大气环形于四维，行在气里周回无尽，则阳者为外以为故，阴者持中而不逾，刚者周行以为度，柔者自保而不挠，故谓虚中善纳，强外能冲之道。辟诸器物，中虚能容，外固不逾，此相虚成用，而交易以至于道者也。一之卦象最善者，莫过于中伏，中伏即中和也。外刚以成其中，内柔以达于和，如人性情两正，体用兼善，则在己克止至善，以成其性，在物克明明德，
以推其道。此圣公王道，人至被至者也。故曰中孚，而宜亦有四焉。宜虽应多于阳，而阳贵，取物以养性，而性不益于物。因情以见道，而道不必于情，是能服中孚之意，而成以养之道也。夫宜之卦象，前以示于世科，世科以离合正，九四一阳，如物在宜中，是人之食在口中，即以养生为益也。宜则以更益离，中连四阴，既非如世科之寒物，不得胃口食之象，而反是胃养者，是非重在食也。食或重矣，亦非必在口中，虽非口含有物，而人不失于养，则以口宜寄居，即有食物之用，虽不见其食，而必须可知。故此名士之曰：观宜自求口食，言既有宜，自呆于食。虚者善受，则不容其刨瓜之隙，而不求食也。既志在求食，则竟不见其食，如是科之寒物，而可测其必充盈之用，以达夫养之之道。是食不食，不再见物，而养之有待于食，以甚明，故宜不图具也。为食而有宜，为养而有食，是宜者养也。用宜即以成其养，无养不足以服宜，无宜不足以称养，而养之为道，亦非图宜。为宜故为养用，而所养不止于宜，则以宜之为物小，而取类大，为明镜，而包益广，求口食益语，企图甘肥之事，齿舌之谋以哉。夫亦有身亦存焉耳。故重在观，观卦以二阳明于上，而比于日月中天，照及一切，物无遁形，乃名观。阳在上也，宜之上爻一阳，光明下临，万物痛显，其下又有阳以应之，如日月对明，镜烛相射，其光亦大，其观越清，则所以便于性情别于善恶者，必审，而所以则于物，至于养者，必宜。此虽以一味求口食之养，而所重则在养之得正否也。故传曰：以养正也，蒙卦辞，蒙以养正圣功也。今宜卦亦未养正，足见宜之为养，直彻始终。其初为生病之虚，口腹之养，其至则性道之学，圣贤之养，亦以贯之，原无二志。养正云者，以卦象言，始终阳刚，内包阴柔，阴柔本物欲之类，
阳刚通性天之真，是以全卦六爻，性情天人，守末终始未尝相违，而不成其用。以刚养柔，则情不乖性；以阴养阳，则天不远人。是所谓中和之功，内外之志，各得其所，而恰宜其用，遂其身，即大人能养其大体，小人能养其小体，物我皆如所养，以生以存，以待以化，天地之养万物，万物亦以自养，此即养之至也，养正之谓也。夫天地之于物也，无一不生，无一不养，而无一不养于正。为正能遂其生，能成其养。所谓正者，性情也，中和也。故蒙卦以之养蒙，以孩提之童，有其天真。老是所谓和之至也，喜怒哀乐发皆终结，衣食完好，世皆和度，是即正也。从而欲之充之，以保太和，犬之成之，以服天性，即养正也。是养正必始于蒙，物皆有蒙，不独人也，人为最显。故蒙养法于同蒙，真于口实，为其一解一明也。此宜与蒙，皆以养正为用焉。宜又泛指一切之养者，物皆有生，皆求其养，则皆有取于宜，以求口实，以达其全身遂身之养。在初虽口腹之欲，其中实性命之正，盖本干之大身，而道变化，重在正性命，保太和，以成立真之德，更正二阳，皆自前出，而居始终，扩一切，凡生成变化，莫能外之，故卦取其和，以见养正之道所本也。更止而震动，正物也，为万物之始，如春之萌动；更土也，为万物之臣，如的之后载。二者合德，则生者成之，动者载之，有本有末，克始克终，此为养正之大则，而宜之所以成用也。更止于外，震动于内，更以静而待坤顺成，正以奋而体干行健，此刚柔相得，阴阳克谐，以尽天地之用，而达生成之功，是即养也。养正之所者也，由爻言之，二阳四阴，阳本奇，阴本偶，奇偶相配也。阳数九，阴数六，阴得阳三之二，阳数十八，阴数二十四，合之得四十二，恰服人物生成之数，以与天地效，
不相犯而相扶，阳位于四方，阴守于中央，此天地之象，而有类中扶之行，故能养正不偏于情欲，至性不利于柔刚，此取象之妙，臣用之脏，有非人所为，思天道自然之章，乃赐大畜而明物我之养，依其相处，更充其相成之道，则人浮于道之一阴一阳也。读者就卦爻之象，细玩味之，则可见易教之善，文王周公之圣矣。一卦上艮下震，中互坤卦，其往来大过，其反位小过，皆似阴或似阳，刚柔不平均，而宜则以阳包阴，且兼中始，故谓吉卦，而尽于中伏。凡阴阳不平均者，其行亦失中，独中伏与宜得中，其反对大小过，则失中矣，故名过。过犹不及，小过与宜，指上下异位，大过则反位阳多阴少，阳四爻，阴二爻，而皆以阴包阳，阴兼中始，阴盛于阳，故为过。大过以阳多受侮于阴，故曰大过。小过以阳少受侮于阴，故曰小过。阴阳少亦受侮，其过犹小。若阳多而见侮，是过以大也。然以时位之意，境遇之殊，或疑或否，原无定论。如阴盛之际，阳自趋，而阳生之时，阴亦消，此天地自然之理数也。地以人道谓言，阳以阳，阴以义，阳主外，阴主内，方谓正规。义指即以此为准则，而名阳习未复，阳消未包，以见阳之不可侮也。大小过之名，皆以阳受阴破未律，以阳反在内，受阴之包围，而失其刚健之道，此可虑也。故曰过，过犹失也，以与大过。本为往来卦，而恰相对，以艮对兑，震对巽也。阴反成阳，柔反为刚，一易其位，乃失中行，故一未养，而过未伤，宜则静于中和，过则害于善良。存性则得其正，从欲则逢其殃，以理治情，思谓修养，自情训物，乃类癫狂，故一未及，而大过未凶，体天道之有常，以事物之用中，阳刚以顺于性，阴柔乃成其盟，宜有有德之君子。大过则无形之角同，此二卦之易去，而实用以难痛也。夫一大过皆独立卦，
与小过中服同，小过反对为中服，其爻一也。乾坤坎离皆然，皆以爻为阴阳之意，而为对卦，然非如他卦之能反复成二卦也，故名独立卦。如一大过，虽反复不变，若大处反复则谓无妄。是二卦何谓一卦者？为上述乾坤坎离大小过中伏与一八卦一焉。此周易列序卦次，取反复卦外，即以相对者，谓连续往来，名不外一阴一阳之谓道，而爻谓刚柔，相以扶，相生化，无有以时。如夷之与大过，虽非反复，却成往来，阴极变阳，阳中生阴，乃天地定序，不待反复而后明也。是用一弊之大过，乃本末终始之事，知其有过，得其一样，徒至于一样，未有不留未大过者矣。故二卦乃相对而相济，如物之有正反面也。宜虽与大过往复，而与中伏相类，以中伏与小过往复也。宜未养以示于中和，则中伏亦宜于修养之卦。在天道，中伏为冬至，一阳来复之时，而人道象之，亦为一元将始之象，以人生日日生息，元气循行，周而复始，如夜半子时，阳气出生，生机乃动，而修道者特重此机，名曰活子时，时机元气之萌动也。而宜以震之以阳在下，震如复之下卦，阳出奋震，而生机出发，其生息可至无限，此诚可贵者也。更以宜之上卦未更，更止也。其上爻一阳，如日中天，光明下照，又如人灵明上发，性光澄澈，渣滓都消。是道功将成之后，性灵上达之时，其在初未之止而后有定，必习万虑，静一心，归于至一，保和太和，而在中，则未成而明，大而化，中和并至，未欲统成，以服于乾元，而统于太极。思二卦之和，实为内修玄妙之功。由人入天，由情归性，以生生不息，而达乎至诚无息，以为物不二，而基于无生无朽。此故始终一贯功夫，非徒如蒙之养正已也。故以养者，小之则日时延伸之事，大之则诚信存诚之功，近之则取物善身之为，远之则通天立命之境。是所谓养者，岂图口实之求哉？然就口实言，亦正有深意，
以无人生命虚肤饮食，而精气通于天地，口腹观于世欲，而吐纳皆于灵明，皆口食之所求，不必专为输水也。修辞立其成，则之言同于养气，无息及于悠久，则呼吸贵于高粱。未道者审夫精华，则举寒无非学问，知音者明于天籁，则啸歌直动神天。是皆养气养神之所先，意义修性修心之必重。是口食二字，虽浅之属于饮食，而推之，则凡有欲无心生，足厌无性情者，皆可出入此仪，而不成其养也。一之是交，往往如是，有浅欲深，有粗欲至，苟不推所至境，必茫然于古人之词。此故古今文言有殊，时事忌讳不一，法语难请，屈辟罪疑，要知疑之为卦，取更正之一动一静，分刚柔而为内为外，上少大处之业，下真大过之变，世皆为一之至今，而习之所必审者，宁能囫囵吞枣，俱为一之养止于求口食也耶？一贞吉观仪自求口食，宣慎讲义，此一卦彖群也，以取象于人之口仪，故自从业，名在念也。宜居夹间而夹口，口主饮食，言语之道，一意与其则，卦取外实内虚，以象如口，口之中空，何下动上指之用，如齿牙之思出纳，故以用喂养，而既大畜以充其欲，大畜之欲以滋养，宜之养以欲物，是我与物交相为利也。人之生也，赖食饮以为养，食饮驱物以为料，此以养之先必畜物也。而宜之志意在取物以充其养，故曰自求口食，宜畜于物之先，即物之主，有物则利者，宜以物为利，乃有贞吉之战。盖贞与利，一主一兵，一内一外，贞者主也，内也，利者兵也，外也。由实言之，则口为主，物为兵，养在内，畜在外，此贞吉者，正以成其利用也。如人无口，将何以食？无养，将何用处？我之不存，何有余物？此贞乃先利，而为宜之所本也。为贞乃吉，故贞吉即养正之功。辟诸蒙养，必先保其天性，犬其良知，而后克就于正。若徒着丧其灵明，毁灭其智性，是由曲其柳以为气，消欲食以为行，
虽见其功，已失其本来面目，则贺贵乎养哉？譬诸雕饰之美，人也而为乎天，刻画之巧，匠也而备乎性，皆非养正之道也。人性本善，习与为恶，苟见其恶，谓之性诚，是不知情性之变者也。亦于乾卦，但曰各正性命，保和太和，乃立真，不言毁性未正，灭良未和者，臣以立真元性情之真，中和时变化之源也。故性命只求其正，太和指其饱和，他无所为也。是臣养正之大则，亦即宜真极之精义也。真以正性而立服于情，口腹虽得其实，而不逊于物欲；身心虽得其养，而不乖于天性。此真即乃成物力，以达养正之道矣。故重在观，为观乃变于情味，别于正邪，明于物我，以正于性命。若蒙焉不求其故，昧然不知所以。见时则欲，欲物则贪，是养之事以害之，生之事以戕之，更何有以养之用哉？此观矣者，未审其养而慎于所皆耳。虽口不能无食，身不能无养，而必先明其所宜，察其所安，方求之以应其所需，纳之以服其所容。故曰观宜自求口食，食者臣也，情也，不虚也，不伪也，忠也，宜也，不偏也，不过也，恰如其分也，各得其所也。此乃宜养之道，而守在自观自求也。如人食饮必饥渴之时，取物必结好之品，方合于养身，而无害于物，无伤于己，此利用也。不然非病则苦，非肺则殃。通一求口食，而有宜与过之别焉。故重在观宜，未必服于宜养之道，而后求之也。彖曰：宜真极，养正则极也。观宜，观其所养也；自求口食，观其自养也。天地养万物，圣人养贤以及万民，宜之时大矣哉？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，名宜之待用也。宜以下动上止未用，动而止，则所行不逾矩，终始以道，不失其正，则养不悖于性，利不害于身，且内虚则善求，外实则善与，传称灵观，一与一求，亦以其德用言也。宜之更正，皆二阴一阳，各与所求。
而不在于外，故能真以邪极，更得在静止，而光明在上，正用在奋心，而刚健在下，何则有一观二卦，交互成用之相，求在己，而物不干，则我身自在，物相应，而养不愧，则我身有真，此能服真极之战，而克称养正之道也。观。一观字，一本观卦，以艮一阳上明，能照一切也。而宜则以观其养未用，盖不贪于物，不自于情，则所养何道？非如鸟兽，徒求宝玉也。养必称夫玉。即生成才培之意，生者成之，灾者培之，此天道也。而人亦法之，不养之养，甚于无养。故养不在物而在己，此自求口实，即观其自养之意。自养不待外物，则谓真养。苟需外物，而不免于贪求，是养反未害。所谓自求口实，必反省口之所宜，而辨其实之之道，以虚则务实，天地之道也。虚而实之，乃服中和；不实不虚，乃达天德。若虚而不实，其必在空，是不及也。实而过当，其必在至，是太过也。皆利中和，皆乖乎养。天地养万物，即在此虚实得宜。冬寒则季以春和，夏暑则晨以秋清，皆虚实之推移，即所谓盈虚消息之数理。天地不待于外，而物得其养，则人之为养，亦不得求诸外，而贵在自养。圣人则不独自养，且因而推及于养贤与万民。此即中庸成者成己成物之意，以充信之德，而体天地之道，故不止养己，必兼养天下也。
养己养也，养天下亦养也，同一道而治。故圣人养贤以及万民，虽养人之大，恰如其自养之小；以天地养万物，恰如其自养。天不为万物而养，圣人亦不为天下而养。所养近而所及远，所养一而所推重，此圣人之养民。本乎天道，发乎天性者也，使客称以养之用，而全其生生之功。天以生成栽培之道养万物，圣人亦如之，所养如食之宜，春生之，夏藏之，秋成之，冬藏之，时若不同，未养则已，以不备生成栽培之力，故其功莫名，其力莫大，未能服震动以发于始，应更止以成于终，则无时不宜，无的不是。所谓盈虚消息而不见其机，发育变化而不知其故也。宜之用合于天时，宜之到达于天地，故曰宜之时大矣哉，且宜以顺时成养故矣。而其妙用，则在因时自养。如人夏得冬求，饥餐可饮，不待外物来告，而自知至之，是即实用之道。而君子则更进焉，饮食之外，上求其不饮不食之道；衣服之余，上求其不衣不服之功。此则充自养之意，而失天之无味。如道者，修持山林前行遁世，不求闻达，以遂其身，犬其性，思义自养之一端，但非所欲于大众也。吐纳天地，摄取日月，妄行去之，一经同气，则贺呆乎饮食，以无饥可也。何须于衣服，以无寒暑也。此乃道生道养之畴，而超乎向外者也。则其自求口食者，不在寻常之物，而属天地之精，日月之华，虽有所难知，亦养之别具一格者，不得谓为魔世人也。盖圣人之养，恒异常人，虽是骄不以其高，而成道应之玄极。故言养必先观其所养，则知其所成。至于不孝，有须于养则一，此天地养万物，莫不顺其自然。而圣人养人，亦必是其自性必也。各得其所，各如其分，而后赛之不害，此宜之实用未大矣。